乖乖客，我是丁贵族，欢迎收看婚姻新闻。德国在台协会为着加深甲婚姻观各项事务的交流，伫即天来到婚姻观拜访管护团队，当中针对产业安全教育来进行讨论。管护团队也将伫咧4月27号来到德国参访，希望会当来带动双方更加多元的交流，也来加强国际友谊，让国际看到婚姻。为了要让德国甲婚姻管政府各项事务有搁较深的交流，德国在台协会即天来到婚姻管政府参访，会中针对婚姻管内农业、交通、安全、教育、技术等等进行讨论。在台协会嘛提起婚姻科技大学的人才培育，期待未来会当有搁较多元的交流。云林县政府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，了解到云林的优势。了解云林和德国 的姐妹关系，其实我们想继续进行发展云林和德国 的交流。我们今天也拜访云科大，给我们很深 的印象，因为云科大用一个德国的模式建立的，所以我估计 在这方面科技方面台湾和德国 的合作机会蛮多的。德国在台协会也非常关心安全风灾的事务，婚姻馆长周立生也向协会来说明，他也表示希望透过双方的交流学习，可以让全世界认识婚姻馆，也加深台湾德国的交流。最重要，他们非常重视德国的这些朋友呢，在云林县，那所有德国朋友一旦发生灾难的时候，我们如何协助他们能够避难，如何能够保护。那当然呢，我想我们透过我们跟德国巴清县本身的地结姐妹县，那无论是在教育、经济、文化、农业方面，我们也分享了经验，那也畅谈我们每一个县市本身的一些特色。那云林县是一个农业大县，也让我们何峰副代表能够理解，透过双边的这个互访，我们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友谊。透过基本的交流了后，期待未来婚姻馆甲德国会当伫产业、教育、安全等等方面有搁较深的交流学习，和全世界拢会当看到婚姻馆的文化特色。记者陈嘉欣采访报道。